这个时间不能右转，他要右转。按喇叭提醒前方银色轿车这里不能右转弯，偏偏对方不为所动。喇叭声此起彼落，尖锐刺耳，恐怕不止一人受不了对方挡道路。没想到银车驾驶愤而比出不雅手势，车流量非常的大，在那边等了大约有30秒左右，然后后面的车子全部都受不了。我经过路口之后，他就随后对我比了中指，我去对他提出妨碍名誉的告诉。重回市民大道与环河北路口，向左是往万华，往右是往士林。为了疏解车流，平日下午2点到晚上8点禁止右转。7月1号开始禁止右转的时间将延长到晚上10点。其实从上市民高架沿路就有13个告示牌不断提醒，要是没有注意到路底绕一圈回转，顶多再花个3分钟。7月1号之后，各个县市都有自己的交通新制上路，除了新增科技执法之外，现在骑 U Bike 违规也要记点了。要是被停权，是全台的 U Bike 你都借不到。针对 U-Bike 闯红灯，为礼让行人行驶骑楼人行道，手持电话搭载乘客或是被警方举发，通通记一点，累计3点停权14天，累计7点停权1年，要是独驾或酒驾一律停权2年。另外在大巨蛋旁边忠孝东路四段增设科技执法，取缔违停与并排。新北市板桥新庄中和也增设了27处的科技执法，侦测7大违规，包括了不礼让行人、闯红灯、未保持路口净空等等，不想和包失血，开车骑车别违规。 TVB 的新闻陈韵姐怎么怎么到。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，记得下载 TVBS 新闻网 APP。